不，破坏，我们要破坏，破坏，我们要破坏。卖气球了，画一个小背气球，给你小背气球。我也要一个小背气球，给你小背气球。嘿嘿，走喽。艾莎，也给我一个小背气球吧。好的，给你，真好，走喽。真奇怪，为什么大家今天只要小背气球，小雪气球、大宝气球和熊妹气球没人要？那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小背气球。艾莎，给我也拿一个小背气球。不好意思啊，黑暗魔王，小背气球卖完了，我给你换成小雪气球或者熊妹大宝气球吧。啊，我不要，既然没有小背气球，我还是走吧。这，哎呀，看来大家真的很喜欢小背气球啊。小雪、熊妹、大宝气球，看来是没人要了，我还是把它们放飞了吧。不要，艾莎，不要放弃我们。艾莎，我也不想放弃你们，可是真的没有人喜欢你们啊。应该还会有人喜欢我们的，小伙伴说不定就喜欢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我们这几个气球吗？喜欢的发一一一，不喜欢的发二二二。大家有发一一一的，也有发二二二的。抱歉了，小气球们，我还是要把你们放飞。我们不要再往下飞了，再飞下去我们会爆炸的。我不想爆炸。虽然大家都不喜欢我们，只喜欢小背气球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同样是气球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像小背气球一样受欢迎？让我来帮你们吧。你让我对你们施点魔法就好了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太好了，魔力种子去。好了，回童话王国去吧，孩子们，你们将会是最受欢迎的气球了。谢谢你，好人。不用谢。退货，退货！我们要小雪大宝气球，不要小背气球了。啊！可是我所有的小雪大宝熊妹气球都被我放走了，我这里真的没有那些气球了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最爱的气球宝啊！小雪气球，跟我回家。大宝气球，跟我回家。熊妹气球，跟我回家。好的。我们果然变得受欢迎了。破坏！我们要破坏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可没在气球上下黑魔法啊！妈妈们，你们不要再破坏了！破坏！所以真的不是你做的？哎呀，是呀，我发誓，而且小朋友们也能给我作证。那真正的凶手是谁啊？小朋友们，你们也一定知道，可在评论区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拜托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